今天的美味主审是蔡季芳老师。首先来下厨的 A 组同学是中信林丽阳达伦艾莎，他们要挑战的料理是肉丝炒槟榔心。俗称半天笋的槟榔心，味甘鲜美，口感爽脆，不但可以降血压，又有养颜美容的功效，是取得不易的珍贵食材。拌炒肉丝更能增添清新的风味。料理的重点是槟榔心穿上时，水中加一点油，才能增加软嫩的口感。清凉脆口，又下饭的肉丝炒槟榔心，上菜喽！ 哇，看，这个真是槟榔里面的那心哎！哦，很像笋子，对不对？没这胖大。对哦，有比那个生吃更好吃的就是我们的槟榔料理。各位同学，三分钟，请开始。老师，这是新菜吗？这是新菜吗？对，这个槟榔应该算是好菜。好菜，说的一颗槟榔一个心，赶快把它吃掉，就没有槟榔可以吃了。很有厉害哦，你这反向操作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这道菜出现有多久？ 其实蛮久，不过是要在户外那种特别的什么户外的餐厅哦，野菜，对不对？哦，才会有槟榔心这种。对，大家都，我想很多人不知道，槟榔可以做菜，而且很有口感，嚼劲。对，在水煮的时候一定要放点油，不然它很高纤。哦，哎，水里面要加一点油哦。哦，水要加。还有呢，还有呢。然后烫开之后，我们再来快炒。老师，老师，我的大哥好好看一下。 我开枪了，快点！快点，艾莎，快点！要不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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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那个对，不是要回家。不是要回家。跳了，还可以追。有半钟。再加一些。再加一些。来，你要加什么？三分钟而已，艾莎，不是三分钟。 好，还剩一分半啊！然后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，然后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，然后已经把那个饼铛心加到锅里面，真的假的？丙级厨师哦，对啊，只会做饼哦，不会啊，没有啦，就是一个考试，就是已经可以出，他考试最基本，他就先考你的那个，就基本功都 OK 了。然后他边做边聊，边做边聊，边做边聊了，你还那么大。 哦，所以说这个丙级厨师基本功应该都不错，对不对啊？他就是一般家常菜的功法都要会，那个西点面包的李处长换啊，那也不错啊。帮师傅备料啊，还有啊，标准厨师啊。哎，我越看越不爽。先点艾莎，快点。老师，老师，我的瓦斯要没瓦斯，老师。老师，你不要丢了，好吃吗？好吃。 你又卡到你了，你要跟我换一个长一点的勺给你啊。那有人叫你，你现在还要再来是什么？艾莎，叫腾空翻炒法。哦，你这个手很干哎，艾莎，你还需要什么？加点水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完了完了！完蛋了！他讲话很像原住民哎，完了完了！完了完蛋了！哎，那个面我去准备一下。 OK，你的脚现在香片很臭了。你已经够吵了，你还要开始吵？我要开始吵了。加油，加油！丽啊，把他们丢下，丽啊，再过来，我用十字。太吵了，太吵了。你的锅子，你的锅子。哎，在阳那边。干得好，干得好。李同学干得好。 把锅子丢掉。六、八、一，你们慢，还在玩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不认真、啊。时间到、哦。对啊。好。
玩游戏不认真，讨厌。有香味，香味来了，香味。丙级厨师都不相信。哎，哎呦，火不够大，还抢锅啊？来乱了。哎，艾莎不错哈。哎，艾莎拿勺子，总是太怪了。会吗？啊，对嘛。来，铁板烧的。哎，哎，我发觉你那个。看起来就不太好看，没关系，炒的乱七八糟。加油，可以玩到你啊！全下，全下啦！全下，炒快炒，快点！那你好下，全下啦，全部倒下去啦，全部倒下去了。对啦，连盘子一起啊！你不能，全部完了，抢完了，我都要上架了。快点完了，全部下来的。开始下下。哎。香油要不要？政府呢？高音档。在讲话，你听到了吗？政府。香油，加油！快快快快快！最后倒这个，倒这个，倒这个！哎，小优啊，卖小优，那个，哎，哎，来来来，十块钱，十块钱，十块钱，快快快快快！好棒哦！台上台下一片混乱。沙莉小气的艾莎，她真的能娘料理顺利完成吗？红色的就是。哇塞，李灿森好夸张哦！太大口了吧！我跟你说，我要娶日本老婆啊！因为我觉得心太硬了，哦，槟榔心太干了，太大块，那个槟榔心太硬了，不好咬，干了，太干了，好紧张哦。哦，好紧张，没有，好，很紧张，紧张，什么？蒙古烤肉，还有那个现炒那个，有没有？现炒那个，现炒那个，哇！跨去，哇！感觉面皱眉头了，皱眉头，不好吃，没有味道，没有，太淡了。日本人，然后我刚刚忘了放盐巴。没有啊，你说你会做日本菜对不对？对，日本菜都很清淡的。对，你可以这样子，加不出去了，吐掉。没到。哎，你很低级。老师，你每次吃东西都好大口哦。对啊，都好好吃哦，好吃。真的吗？你会喜欢老师比较清淡 ，NONO 口味重。哇！你不要心虚好不好？要心虚就是这样子。要吐吗？行不行？啊，行不行？还不错的。哎，我觉得还不错哎。唱歌还不赖的达伦利亚，他们的料理也能得到好的评价吗？顶级啊，是呢。不容易呢，虚有其名。好久没吃他煮的菜啊！你还有煮菜给团员吃过？之前我发面的时候，他有做过三杯。说实话，达伦，不要其他，退居台湾。还没讲完，还没讲完，可以去当厨师啊！肉好嫩哦，一样的意思啊，有耍心机呢。对啊，他其实根本就不想我。我讲你的肉变嫩了。有上次你煮给我们吃的时候，他上次煮三杯，你的肉变嫩了。重点在肉，肉真的很有口感，很嫩的肉真的很。很奇怪，每一盘都这么好吃啊，儿童分不出来。他的这个都切太淡，不贴心。你可以把它咬一半，咬一半，没有，因为我有些细，有些粗的。你们去帮他咬，这样比较贴心。我觉得他少一碗白饭真的。还少了一套儿童餐具，来，爸爸妈妈吃，爸爸妈妈吃，我来吃一下好不好？爸爸有丙级的证照，对不对？丙级的。妈，爸爸。哇，你这是不是更严？压力好大。人家有丙级证照的话。哎，好吃。哎呦！谢谢老板。我第一次，很紧张。你像一只大狼狗。对 ，OK 啦。还好，对，退出台风队。不是，不是，跟我什么关系啊？没事 ，OK 啊。哎，老师。老师又持相反的意见。嫩笋如泥，你知道这道菜炒的跟什么？哎呦，你刚讲成语啊？我有听过烂田准入。笋子，嫩泥，对。如泥啦，哦，这很好吃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又脆又甜，水泥这样子。而且这个炒工像是做饭做20年的妈妈做出来的。真的呀？谢谢老师。
以我的标准，这应该可以拿乙级了吧？东奔西跑的中性令塔的肉丝炒槟榔心真的能吃吗？对，这根是什么？骨头。什么？骨头。肉骨头。你不要吃那个。啊！完蛋了。你不要教。总统。李总，赶快。你不要撒娇，你很烦哎，哥。你撒娇，人家吐得更厉害哦，你不要撒娇。那是葱吧？不然不然我怎么咬不断？你怎么这样啊？怎么咬不断呢？我一百都吐过来吧。而且我已经把难吃的自己先全部吃掉了。哇塞！哦，那其他些更难吃了。Oh my god！ 前面反应怎么那么大？我天。那个鲤鱼桶哦，不要忘记了，不要忘记。很好吃，小小鱼，你的专辑一定会大卖。最好就这盘呢。真的。关山勾结，关山勾结，因为它的肉质最够了。真的假的？我的心智，我现在确定了，儿童真的没有口感。哎，爸爸妈妈来吃一下。真的好吃。儿童餐你就是要那个玩具而已。对呀。认真。你买那个什么蛋？够六十岁。好了，看不出来。对。爸爸，你就是看完爸爸。干，不要欺负你女儿。配肉，配真好吃，好好吃。爸爸都不想整个含到嘴里。降血压，没有，是冰糖是可以降血压。嫩笋如里哦，嫩笋如里，嫩笋如里哦，你这个好像貌合神离。笋子跟那个肉完全不搭。要不要吐？要不要吐？想吐哎，想吐就吐。吐一个好了，你吐一个。好了，再来超高。哦，也恶心啊。你吐的好恶心哦，老哥。还有还要啃，好难吃哦。OK 啊，我自己觉得很好吃啊，肉又够味，笋又脆。你有什么不好吃的？也是有了，对不对？肉很好吃，肉很好吃。可是你们有没有去看过一种榨甘蔗汁的机器？嗯，你说这很像甘蔗，甘蔗渣，对，吐。你看吧。制作单位给我的槟榔心不优。对他们给你的制作单位，制作单位给你的是甘蔗渣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太过分了。哦，老师大口吐出来了。老师肉很好吃啦。大口吐出来了。真的不错。我跟你讲，怎么会这样？吐是不用吐。对。艾莎做的比你好。对。你好不好意思啊？觉得艾莎。没关系，我加单点。我别的功夫更好。哎，什么扛沙包吗？他自己本身就是个沙包。我跟你讲，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比艾莎还淡？嗯，还没味道。好了，哇，哎，顶级厨师真的有差呢。好吃的这个槟榔心。太容易了。炒这边跟炒这边小朋友懂个屁啊！你举开挂，举开挂就叫了。同学们，没关系啊，自己笑开心就让他们开心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接着上场的 B 组同学是 Nono、Gino、Kido、张馨予，他们要挑战的料理是槟榔心肉羹。上场的 B 组同学是 Nono、Gino、Kido、张馨予，他们要挑战的料理是槟榔心肉羹。纤维质含量高的槟榔心是最近流行的无农药蔬菜，用来取代传统羹汤中的竹笋，能提高营养价值，并增加鲜甜滋味。料理的重点是要用地瓜粉腌肉羹，口感才会滑嫩。勾芡时要用太白粉，汤才会清澈滑顺。风味绝佳的槟榔心肉羹，请享用。又一道槟榔佳肴，叫做什么？槟榔心肉羹。三分钟，请开始。这是不是差不多啊？老师，一样的材料，但用快炒跟用煮汤，就完全不同的风貌。这一道是汤汤水水的感觉。没问题啊。然后嘞，有没有什么？小小鱼，加油！我本来想说很有气势的，然后我要是被毁容了，老不来了。油汤水炒的，加油！老师，我看也不要教这，我要小点，教了也没人会听。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，对，安全。
哎 ，NONO， 其实，在我们那边哦，坐在大点，大一点，小小一点。你们两位跟那个丙级的差太多，你看你们两个，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哇哇哇！哎，各位各位，一号跟三号都是犯罪现场，小心。出来了，彪哥真的美型厨男呐，真的好帅哦，全到。哎 ，NONO， 美型厨男，你要笑一下，笑一下，笑一下。哎，小月，你的笋子要超会搭的。啊，笋子！你去腌肉啦！我腌，你还没，你要搅拌，我要腌肉，你搅拌，我要腌肉。忘记了。小月，再恭喜腌肉，酱油加太多。腌肉，有。没有，没有，那是自己成本了。哎呦，龙哥加油！龙哥的是标准动作哎，在腌肉根哎。哇！真的有这个部分啊？是啊。丙级的，丙级的，这么有把握跳舞哎，这么有把握就跳舞，做不出来还耍帅，没关系，他菜不做不出来，他要跳舞加分，跳舞，对哦，反正菜已经做不好，跳舞加分了。我们会赢的，是吧？你拿锅子跳舞，还没，老师还没说。哎，你们同门说要拿锅子跳舞了，要不要早点？什么？拿锅子跳舞了？不用煮了，没有多余的心力了，不用煮了啦。我们给你一些同情票，你就跳个舞。有了，好蠢啊，好蠢啊，哇！哎，你先九孔煮菜，有没有？大家是不是这意思？哎，今天当九孔来，当什么菜？是不是？孔哥，我们为这个菜唱个歌，唱个歌吧。在遥远的地方，有个避难所。真的吗？然后呢？好，真的是。哎，没错。好，应该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。好，我知道了，给我。开火！要拌对不对？要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啊？在做肉羹。还没啊！不要讲，不要讲，我做的好清晰啊！好像失望了。哎，谢。多拌一下，没问题。小吃店的老板。先捞起来。不想输，我要好吃。要放水，对不对？肉叉烧包，我哥。一条一条。OK。这够不够？这个粉还是？哎呦，还不错哦。还没有，要等水果呢。你我只会泡面呢，你不会煮。解散了，我先试试看。我没有，亏我要买哈利，我需要正式宣告解散。不要闹了好不好？我们等下，我刚刚分数被扣光了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你们不要煮了，跳舞就好了，娱乐大家好不好？那我们这段可以不煮吗？不行吧？就今天这样没来已经够辛苦了，然后店员又不在。有点咸，有微微甜，带点酸才是好吃。啊，老师，现在要怎么办？他们手工啊。OK， 打个蛋啊。哎，什么？打个蛋 OK。打蛋。是什么？很漂亮的。哎，蛋蛋蛋蛋，我的蛋蛋蛋蛋。喂。你在弄哪？哎，水滚了。你在煮什么东西啊？你还管人家煮什么东西？你直接收水哦！什么收水？我告诉你，我的最好吃。干扰提醒。哦，坤哦。哦，老哥。哎，我不知道做得出来的。我们要一定要吃吗？可以选择不吃。他的颜色好快哦。没有熟就不用吃。哇，好恶心哦！鸡粉加一点鸡粉，一点点就好了，一点点哦。干嘛那么少？这局换成这个。这么 free 哦，哇塞！因为我们已经放弃你，反正也救不回来了。对，真的吗？有吗？有调味。哇，这样好漂亮哦！哪里？这个是 buggy。好，不要加太多了，弟弟，你弟弟，不要闹了，不要这样。让我做，好像蛮好玩的。来，有需要吗？它的颜色比较漂亮，全家吗？我妈应该大哭吧，结果我妈比我更不会吧。是，你现在拿筷。OK。不是，我在做菜时候是白痴。是。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。
组比较好。对。哇！你看这边。哎呦！哇！我觉得还不错哎。超开胃冰凉鲜肉羹，休息一下，快回来打包走哦。认真做菜的张馨予，他的冰凉鲜肉羹真的会好吃吗？哇塞，哎，那丙级厨师吃东西还这么膨胀。礼仪桶需要吗？我觉得还不错哎。可是丙级厨师还不是这样想，但是你已经这个跑掉了，哦，有点像热炒的感觉。不是 ，Darren 哥，我跟你讲，我是故意的，因为我为了要赢两组，所以我就要做有一点不一样，跟他们区隔出来。好，等下那个虫子给我了，请上。真的假的？他们已经吃完了吗？哎呦，人家是有丙级执照的。相信专业，对不对？他刚刚讲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说离题了，离题了，这根嘛，有点汤汤水水。对不起，可爱的哟，好可爱啊，我喜，八嘎八嘎，哦，杨梅的，不难吃啊，不难吃啊，好吃，嗯。Oh no， 二叶，哇，好厉害，你好像那个，哎，很好吃啊，对，不难吃。除了我觉得有点甜之外，因为那个甜像是那种味精加太多的。钟欣凌，真的还不错，什么都好吃。你自己吃吃看，老师你先吃。老师吃，还不错，老师。哎，不要紧，这怎么了？是要吐对不对？酸甜。快点 ！Oh my god！ 来来，做到可以让老师吐。哇！恭喜恭喜！那个好像。老师吐了，没有羹汤的肉羹，再倒一点咖啡牛奶，哇，完蛋了！哎，你很近，你比较幸福，你比较幸运啊。老师很苦，比较近。哦，老师在爆汁，有点苦哎。身材越来越好的 NONO， 他的料理好像不赖哦。他那个做的很漂亮，他勾芡勾的刚刚好，就是有根的感觉，很厉害，真的，这样肉也很好吃，真的。这人吃相很丑哎。嗯。哇！一直吃，一直吃哎。嗯。哦，他这比较下饭，而且还有加那个乌醋。哎呦。对对对。顶级的，第一道完全没有加。这道有加乌醋，它至少会让那个味道比较提出来。林瑞阳怎么样？林瑞阳，而且它的肉就是刚刚好，没有很老，然后也没有。哎，干嘛还分批吃啊？好幸运！好幸运！这样慢动作处理还给我分蛋，怎么样？好幸运！你看这个人笨不笨？对，香蕉芡起汤头的是吧 ？OK 嘎 ，OK 嘎，你看这个。东西的味道应该是这样子的，哇，好大口，好吃，好吃吗？小钟，还是大钟？我大钟，大钟，好开胃哦，真的吗？好什么？好开胃哦，而且这时候啊，你就觉得，如果说这时候有个白饭就更好。那结果？结果啊，我来油面好不好？没事。天哪！哎，太白饭，我真的有。我跟你讲啊，因为肉羹呢，那个太白粉勾芡已经够胖了，所以我的哲学是，要不就不要发福，要不就肥到死。对，肥到死。来，老师，你不要看他，让他吃一下。哎呦，好好吃哦！加白饭，白饭嘞。很厉害，哇！小叮当哦。哇，好吃哦。老师，今天菜谁分的？给我这么小碗。哎呦。哎呦。哈懂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谢谢你啊！哎呀，你骄傲，真的很好吃哎！莫名其妙做完料理的 Kido Gino， 他们的冰凉鲜肉羹，你敢吃吗？吃一口，大口一点。
Oh my god！ 哎，吃下去要吐出来。薄荷，薄荷。对啊，我吐出来跟他原本做的差不多啊。对耶。对啊，吐了跟没吐一样嘛。哦，好好笑，这个蛮好笑的。喂，老板，给你吐。对，然后还，我好讨厌。哇，也瞳孔过大，八嘎。八嘎，还不错，一定的。没有味道。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。真的感觉好恶心。我可以从他嘴巴讲出恶心的。加油！李一桐，李一桐，哎，叫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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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李一桐，不要打他，意外了。哎，第一个吐，我觉得报仇吧你。不是，因为他吃进去的感觉像是鼻涕已经放在鼻子里。Oh my god！ 我天爷！吸出来一种苦苦的又口臭的感觉。就是我前一阵子鼻炎那个，对不对？对。它像牛奶遇到。我要喝水，老师后面有水。绝食。哎，老师绝食哎，你想，你想要跟诺诺一样当名模？我跟你讲，大可。鼻蓄脓，鼻蓄脓，我最熟，我吃这个很多年。对对对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你鼻蓄脓回到了生病之后的感觉。真的、哦？哇，似曾相识的感觉。赶快去看，赶快去看医生，赶快去看医生。没有，其实味道没有很可怕，可是口感很恶心。对，我鼻蓄脓还比它好吃。吃这个补一下，快这个。好了，在我吃 NONO 的根的时候，我们来说说看谁的好吃。科俊年师傅，首先来下厨的 A 组同学是瑶瑶、阿西、王彩华，他们要挑战的料理是凉拌芋头花生。香味浓郁，口感鲜甜饱满的芋头，含有高量的纤维，常吃可预防便秘。搭配蒜味花生与清香料凉拌，更能增添芋头的清新爽口风味。料理的重点在于芋头炸过后会吸水，拌入酱料才会入味。四五年级最怀念的开胃菜，凉拌芋头花生上菜喽！凉拌芋头花生，这有什么难的？三分钟起开始，来吧，很简单很简单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一道菜哈，这一道菜就是一般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，如果说你认识厨房的，哎，厨房看到哎，余生庆你来了，哎，这一盘招待，招待前菜那种，对对对，拜托，这是很便宜呢。不是芋头花生招待，如果这种招待的菜还能做的难吃，就表示手艺太差。对对对，这都是师傅的手工菜。手工菜，哎呦，什么意思？难吗？他吃到的菜，老师接不下，好硬哦。好硬啊！拿锤子来。喂，啊，加油哎，彩花，彩花姐。看到一个贡丸切芋头，觉得很奇怪。因为泡水的香菇啦，泡水香菇，泡水香菇。我觉得这道菜对阿西哥来讲应该是不难的。为什么？走遍全台湾啊！但是他都是靠 A 的啊 ，A 的，都 A 的呀。我们在那边住的，是是是，对啊。你拢用 A， 啊，不过一定无法啦，我比较的，是都先看。我又好有小巧，我是好媳妇。啊啊、你看没有人理他，常常演狼来了的故事。妈妈赏见呢。我敢吃。Nobody who you you。阿姐，我煮好食，好你食啦。西哥，西哥，你嘿要倒个啊？你们外国人西哥，你嘿要倒个啊？来啦，给我倒呀。西哥，西哥，西哥，你油店要倒个啊？你敢切切，我切得够久的咧。哎呦，豆豆切了，这么这精致嘛？哎呦，哎呦，小心一点！哎呦，还管别人闲事啊！你不要碰到我啊！他
瑶厉害哦。哦，这样，豆是很了不起，是不是？他上面没有摆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他在空切砧板呢。不是，而且节奏感很差。慢半拍，小姐。哎，还剩三十秒哎。还有时间生气啊。北宋，阿西哥，那个汤匙掉地上，你最少过一过水嘛。那个反正阿西哥那一招在我都跑过，对。那掉垃圾鬼，阿啥叫阿啥鬼啊？好啦，我说你，你看我金家才断掉。哎，我这金家上多嘛。哎，兄弟来啊，兄弟来啊。我给你倒爽啊！我把你老好洗的水呀！你是咧？你是咧吹高雷呀？我怪我那个点脸的，是安尼，下手万吨啊咧！哎，你空空，你戆戆！哎，点怪台就是不会。哎，你有扑个家，你个细腻的啦！哎，点台是爱抢时间的咧哈！哦，这样好听。没有听哦。他们有开火吗？早火，今要死，爱落遐慢，我也发抖。快开火，快，帅哥，来试试。哎呦，要打摄影师哎。哎呦，姐姐，精神是稳的，不是卡麦拉桑。好，时间到。好，动作动作动作，我刚才聊天拍摄。不要进来了。我是花心，你叫我躺着，我就躺下来。你叫我趴着，我不敢躺下来。我什么都不讲。要用慢火了，所以急不得。你若过身有严重，你靠我坐个，你来宾我也袂随便。你靠头了。甜甜咸咸的，还是正确的，就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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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苗，老师说要酸酸甜甜咸咸。有啦，有好食，你放心放心。好，我是好心，无只好食。只有好食。天哪，偶尔表面碰碰的表示好啊。酸酸甜甜。酸酸甜甜咸咸。咸咸。阿姨唱回答题哦，哎，阿西哥唱回答。调羹的，安尼较芳爽。那就不合格啦！哎，你较芳爽，就是哦，这样笑的啦，拍死啦！你是偷笑的啦，可以讲讲。哎呦，拜拜。在。哦，我芳爽。乖乖。好辣，好辣哦。纯粹是点。有听声波，我也有来滴。美美容的香水。没有拍到，他已经扶起来，应该再丢一次玻璃碗吗？九。时间到，不期待。难不倒他吧？一个，大口吃油，没有呛到了，很难吃，很难吃，太难了，他就很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好了吗？哎呦，哎呦，这恰杂不？哦，不能不好吃，不能吐哎。醋哈加太多了，我一口气下去会呛到，而且最近天气变化，对，会引发气喘的，你知道？对对。我妈妈讲的。短摇，短摇。你看我们要进。哇！哇！哇！你看，你看，连马都不敢出了，你还敢出？我跟你讲，你是女老板。
你这个妈妈，你是在做效果对不对？不是，太难吃了，真的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对伤口，伤口会伤害到伤口。哦哦，吓死了！怎么都不对啊！赶快吐掉。喜欢保护我的疤。哎，糟糕！哎，我看到伤口已经发炎了，滚红了。现在剪掉完之后，你再做捞出来。有辣椒哎 ，OK 吗？很好吃，你们不要一直做效果好不好呢？其实哈，我蛮能吃酸的。哦，阿甲。对，它的酸度我觉得 OK 啊。不难吃，但是好不好吃你觉得？但是其他的都不 OK 哈。这种酸度有点酸酸的，对不对？酸度有一点辣。对，你都这样讲，这规地拢辣椒，规地呢？还不过那辣椒不用盖起啊。我跟你讲，对，那个大辣椒。味觉有问题，嗯，味觉没关系。像烟酒啊，这样子你对我有偏见喽？是吗？对不对？我说哈，老师你要让小丽打这样酸酸甜甜咸咸，你的呢？过酸过咸过甜。哎，而且他刚才说你像小叮当哎，为什么？真的好可爱，里面的胖虎。我比较像招财猫。好像。老师安好的心里说，老师眉头皱最多了。哎，这如果厨师拿这个招待客人，我和这间餐厅不用酸了。我跟你讲，是我喜欢厨师拿这个招待客人，很明显他希望客人喝饮料。我觉得啊。它这个酸的不可口，我有一点这种感觉，对，不是柔的酸。这片各地美食的阿信，他的凉拌芋头花生好像也不赖哟。哟，干嘛费劲？哦，是谁好？谁好？怎样？哦，太咸。你老大菜哦。哦哦，是好哦还是坏哦？那个毛好多。哦。我在，我在，还自己先吞口水上去。哎呦，伤口愈合了，伤口愈合了。哎，宫保鸡丁，宫保宝，宫保鸡丁。哎，凉拌花生哎，这是夸奖吗？这是真的吗？真的啦。喂，喂，对，我刚刚都有给他们钱了。哎，不要做效果啊。又要生了。喂，好。哎，它没有辣，也没有酸，也没有咸，也没有甜。哦，这个你就什么味道？这个你就不懂了，蛋才是真味，永恒的。我好有学问哦！啊，西哥自己都想不到啊。那都不要加调，都不要加调味料就好了。你看，他都快疯了，这个人。收 OK 啦，收 OK 啦。调不调？对，调不调？调来调去，调成丑。好调。其实有料较济啊，啊，不过吼，这吼一般来吼，比如加叫三罐。鸡哦，鸡怪，我吃的鸡。老师好像老鼠。嗯，哎，我觉得就是那姜好吃哎。芋头嘛，对，涂开一样有色光嘛，对不？再开个大网，哦，对，让它表皮变脆一点，赶快弄。我也是这样啊，我也是啊。你们没有了。一直说自己做的最好吃的瑶瑶，大家快来验证一下吧。我弄多一点啊。好行为哦，用爱心做出来的。你看，你看，弄多一点是吐多一点。等一下，一般芋头咬下去不是这种桑桑的感觉？你看，好爱吃饼干哦。姐姐，姐姐，要挺我呢。是不是在吃消费先？连你姐妹都不挺你，多糟糕！拜托，很好喝。哦，妹妹太大块。就剁掉，刚刚一看就好像臭豆腐，有没有？豆干，豆干，反正里面还是生的。花生弄掉，因为最主要是要吃芋头嘛。你怕吃花生的？不是不是，要吃那个花生的味道。佐料，佐料，大哥防爆豆怎么跟他谈事情？对啊，人家对方一直看，哎，对，你这下好挤哦。好不好？别别别，这我要给他外张大嘞。弹到对面大哥的脸上，因为那个芋头。你一定赢，你免再讲了。啊，来不及了，我想阻止师傅吃芋头，他吃花生就好，这样比较不会批评。哎，这阿西哥非常激进派的骄傲。阿西哥，你真的嗑药了吗？妈呢，我是用外爱心煮。不要，我们要一个总结嘛，总共一句平安。小米，好正点，没有吃过这么脆的芋头。真的吗？这么正点呢？哇哦！小米先了。哇！小
零食。芋头，芋头脆，脆脆。干燥的芋头。对，干头，干头。好，今天不难评分，不难评分。对对对对，好吃的芋头料理。姐姐要支持我一下。功夫在。火影忍者的们，接着上场的 B 组同学是宋希敏、苏炳宪、马国碧，他们要挑战的料理是芋泥方饼。蒸好的芋泥香气扑鼻，口感绵密，带有自然的甜味，填入苏打饼做馅料油炸，就是一道酥脆可口的古早味点心。料理的重点在于油炸的温度不能太高，放学后不可少的古早味零嘴芋泥方饼，请享用。这个芋泥饼有点难度，赶快开始。切了，还不好，怎么搞？都呆住了。要拌馅，这个对对对，然后要油炸，要成型。对，而且以前的做法哈，这芋泥里面是拌猪油，哎，那现在的做法里面拌奶油，那个香气感觉不一样，而且会加点奶粉啊什么的，补充它的那个芋泥的那个奶香。这样子吃起来是不是有一点点西式的感觉？哎，对对对，中西合并。这个以前我们小时候巷口都有在卖这个蚵仔饼啊，现在也有啊，要说以前。对啊，现在还有啊，那个老板都在。蚵仔饼啊！蚵仔饼啊！不是，你是蚵仔饼啊！蚵仔饼啊！其实这个东西还蛮无聊的，不是？真的小孩子。姐姐加油啊！你嘛是好心不？好心不？毕哥加油！哦，好心。毕哥不要再。我有包姐，蚵饼啊！红姐，大姐你会包太大一包了，卖羞气啊你！这个兄弟哦。很秀气耶，做菜。对啊，对啊，不是，你太粗劣了。第一手太粗鲁，这我就变这样，所以要秀气，要秀气，秀气。大姐，才子竟然一喜，一喜，阿伯实在就变那个壁柜啊。哎，开始弄饼干了。大姐，你也收到看了啦。哎，怎么样？油都有没有热？而且油温不能太高，油不能太高。各位老师有交代，油温不能太高，不能太高。用手下去试一下油温。是吧？哇塞！哎，那姿势好奇怪。哎，我蹲马步。老师，不要偷看我啦！雷射女郎就要这样弄。雷射女。要绿色的感觉。哦，法菜先生做的也不错。哦。还有老师，哎，他说你长胸毛遗传谁？他说遗传他妈妈啦。我妈妈有很多胸毛。他说小时候喝奶的时候还要剥开。你不会就是铭文世界的巨星乔洋？我跟妈妈打个招呼。乔妈妈，乔妈妈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自己讲自己妈妈？我妈妈会很开心坐在电视机。小火慢慢的比较香。时间到。一群偶像会打扮成苏炳宪，他的料理会有江湖味吗？哇！里面来点火面蟹哦，你看。哎呦，好，哎呀，咬不断的感觉，不错嘞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？不断，可是我觉得里面的味道，馅的味道不够，还不够。所以你刚嗯是觉得皮很好，是不是？对，皮就喝起来。皮可能不是皮，他用鼻音嘛，嗤之以鼻。吃之以鼻啊，用鼻子吃嘞。哎，炒的。炒打呼。阿贝加蒜蓉打油了，还是在泡菜。哎，好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可以回家了。阿弟姐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可以丢掉了。啊，哎，淀粉的味道稍微重了一点，它里面没有完全炸熟。哎呦，哎呦，干嘛一直这么？你怎样？可能输多回了。你要几次啊？这样子啊？好吧，其实我平常习惯。就喊你比我好价值观，不是揭秘，你外面已经不输了。对对对，因为我的观点是好像
多放一点哦，它咖喱粥嘛，它秀嘛。哦。结果后来发现面粉太多，软掉了。懂了吧？错误的观点。对。啊，不满意。如果说要卖的话，当然是没有卖相。哎，怎么会哭成这样子啊？好难吃哦。啊，变了。哦，你要叫一下。看老师吃，好像都很好吃。真的是因为他长得像胖虎。哎，巧虎啊，胖虎，巧虎是另外一个，巧不一样，卡通不一样。其实里面有需要油炸的那种感觉吗？里面不需要油炸，不需要。其实我觉得就是失败在那个面糊而已，太多了，太多。但是里面的馅很香。我怎么吃不出吉祥的味道？因为你只会咸呐。可是我觉得你看到那个东西就咸了啊，淡而无味。对呀，没有什么味道。芋泥和那个扎实的马古贝塔的芋泥棒饼口感会如何呢？来，讲那么多都没有用，好不好吃最重要。啊，你看，啊，好难，他不是开心的哦，你不要误会哦。好奇怪的味道，什么味道？因为有法菜，胸毛的味道，太奇怪啊！谁连麦？谁连麦？哎，真的外面太厚了，太厚，然后不会脆，太软了，男人不可以这样。太软了。你阿西哥是本节目我最喜欢讲这个话。好不好吃 ？No good， 太厚，太厚，跟太厚在一起的就是太监。他要乱发出声音，莲花籽呢？吃个臭豆腐用莲花籽？我干嘛？哎呦，哎，这么傻。哇，每一盘吃起来都有不同的姿势。他吃我吃最多，你自己啊，吃那么多要吐出来。哦，我都食物中毒了。突然咬一点点这里。他吐出来的那个形状跟嘴进去的一样，哎，三角形的感觉。没有，他只是把里面外翻而已。好厉害啊，嘴巴还有复原功能啊！啊，皮太厚了，这都闻到皮的味道。我觉得不优哎，不优。老师也喜欢软的，讲出来就伤。你要给无啦，俺们讲水煮啊。老师，然后，弄了三双，三双，硬敲硬敲的，而且有下，对，这样子下的时候，伊就较窄，较窄的时候，凹面就较大。啊，不过失败嘛，是伊的皮啦。好，没了，还是有刀哦。老师，介绍我妈妈给你认识。妈妈还会带一串香蕉给你哦。知道我很欣赏这笑话，一直用这个来刺激我。妈妈会带香蕉送你。我还蛮喜欢吃香蕉，我明坐公车来了。好，下次再带香蕉给你吃。哎，怎样？略胜一筹。对，它芋头是香一点点，也不是吃起来觉得说哇好好吃，应该不至于了。也不是你的菜就对。谁让你朗诵心灵的芋泥棒饼有可能是亚洲的美味吗？姐姐，你是好媳妇，我听你。好，不要再讲法文了，好不好？好会演哦你。好香，好好吃哦。好吃的吗？真的。真的吗？这个皮脆脆，然后很香很香。啊，焦糖咖啡跟这是无关。老师也在吃的。我现在喜欢喝，要不要来一杯焦糖玛奇朵？给我家奶锅吧。知道一个焦糖牌，焦味我喜欢，而且比这两盘有口味，对，有点淡淡的甜味，对，它抢眼了很多。好，这个我可以再吃一口。要举牌了啊！好，好吃的来一个。哎，命人倒数下。